气球弹十下。你有气球吗？有，就直接含着这样弹就可以了。哇，还准备好了。对，十下。行，那我慢慢弹，不然咱们那时间那什什么的话就有点尴尬啊。再见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快快弹也行。你是唱歌主播吗？不是啊，唱的还那么好听。你是唱歌主播吗？你是脱口秀？所以我话比较多，没事你弹吧。哦，难怪，挺好，挺好。美女已经含上气球了，预备开始。第一个，你是。我这里有点吵，我先闭闭麦。你等一下，你行，等一下。三，快，慢点哈，轻点，轻点，别真的弹坏了哈。四，五。真老实，他们，不当然老实啊。行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好了，行，六六。